《天开经本，可会第四十面经文第四行看起啊，专题功德第十七啊，这个卡好车啊，第十七品的开头呢。 咱将经文念一段，对一个所在，有机刚等左右专题交流，从共亲切，该各一定，学习有损，二直有损，乃至不迁有损。 在这篇经，世尊要甲咱介绍，极老世界诶，怎华地是最上，著是这波地、啊、不可思议诶，功德经文。 来生将菩提滴水的真相啊，甲咱介绍，然后讲出即菩提啊，有偌大最到底是有什咪款呢功德。 以及底下岸边啊，树木花草，一项一项，甲咱介绍。<noise> 观无量寿佛经的最笨诶弥陀经》里面，对有十方世界诶菩提得水我讲匠做咯，而且赞叹也家做，今仔日。

水水的研究报告，甲咱这段经文有密切的关联，何难真正明白西方叫做世界水，甲咱这个世界水。 拢是共款嘞？为什么人也注有八种的功德，也咱即些所在注意为什么会无呢？这就科学证实了，我哋经常讲嘅。 一波随著镜步转啊，一切话从心上生啊。啊，像随心转，不是经常常讲，现在科学家。 也难证明了。这是一位日本的科学家冈本胜博士，伊用了八年的时间，伊对一九九四年开始研究，用高速诶即个摄影的技术啊，观察水的。 结钱，我现啦、啊，最啊，是有灵性的，是我话唔是事业，伊会了解人诶意思。那是讲人伊诶信息，即、這个信息是爱心，是感恩。 和伊啊，这款诶信息，那心内想着爱，想着感恩，伊个结晶诶图咧，真像雪花共款，非常,会非常、啊、的水。伊啊翕诶相片真多，有几落百张<说>啊，我即底啊，只有伊诶几张尔。啊，讲你伊页信息是清灰，是咧反喏。 心内非常无欢喜，水的模样就真歹看了，个精的克就无了。要咱知影，个水伫倒位呢都、就是咱的啉的水啊。啊，水是怎样来用咱的身体呢？欢喜心去啉吗、啊？ 迄个水甲烦恼，啉水是无共款啦。啊，咱真正是粗心大意啊！哎，是心去体会咧，心情愉快、欢喜感恩的时阵，你啉诶迄杯水，甲你大发雷霆啉诶水是气味是无共款啊，影响也无共款啊，啊，养分也无共款啊！哎呦，有出神呀！ 人嘅身体百分之七十是水分地、啊、球、啊、大概有百分之七十是海洋。水不但咱啊起心动念有感应，伊啊改变伊嘅结节嘅这个组织。 伊抑过会听，抑会听音乐。即个音乐诶内容，啊，是善诶，伊就是会当啊辨别善恶是非，最會辨别即个，即个音乐诶旋律是善诶。 是美伊诶结钱就真水。若讲是错音,、啊、入音嘛？就像现在的联盟诶音乐，伊拢自然嘛。联盟音乐即下面啊，即两张啊，是最听到联盟诶音乐。啊，顶面啊，即是听即、這个贝多芬诶天完交响曲》。 你看，伊只结晶甲雪花共款，非常水啊！听现在联盟音乐就变成即款了，也听啊。唔，哪讲会用听，伊也会看。自来对有只鸟，伊会看呀、啊。就、這、顶、個、面这三个图，三个图拢非常水啊。 所以看什咧，你啊，写一个爱的，写一个感谢。第一个是用日文写，第二个是用英文写，第三个是用德文写，拢是爱啊，感谢。你看，伊诶，结晶非常诶水，伊能看，伊会听，起心动念有感触啊。 所以，这个你不科学家讲：“无雕版不是歪啊，某些行是死啊，拢有灵性。那咱有大乘佛法的人，知影这个信息，立刻就明了了。那水是安尼啊，土是不是安尼呢？嘛是安尼啊，那经过细心去观察。 这土顶、味、甜、肯定跟水共款，所以咱咧欢喜的时阵，福公常常是欢喜心，你这人健康长寿，什么病都拢无啊！病对都来的呢。 佢哋经常常常讲：“上上三多啊，三都是贪嗔痴呀！啊，你达讲起心动念啊，甲贪嗔痴相应，甲习恶业相应，你规个身体，血液是水份。 即个肉体就是啊，甲米定同款伊啊产生变化，变啊真无好啊，迄著是啊这边的即个来源啊。若讲 <noise> 你诶心地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慈悲，充满着爱心，充满着欢喜心。 啊，你整个身体每一个细胞的组织，拢是非常的美好呀、啊。你来怕病呢？所以年纪大了，可得讲啊，年纪哪大？ 但是身体著爱亲像啊，少年人共款。我甲伊啊，熟识诶时阵，伊迄年是一百控一下，伊甲我讲一百控一下少年人啊，即有道理啊。伊为什么少年呢？咱现在明了咯，伊上先欢喜心啊，伊无贪嗔痴慢啊，伊无忧虑啊，伊无烦恼啊。 打工，伊的工作实在讲工作也真辛苦，也真无闲，帮助穷苦诶人啊！伊啊，现在也咧照顾二十外个新加坡最贫穷诶人，遮尔你最黑咯。 伊还想要办一个养老院啊，看这个关系啊，真恶心焦啊！啊，讲实实，伊身体健康啊，无毛病啊。我详细甲观察咧，伊就落一支嘴气，你要聪明啊！ 今年一百空五黑啊！就到咱中国国内医学中医啊，中医啊，最古的典籍是《内经》《灵枢》。 早年我伫台中求学的时阵，你冰蓝老技师是国超啊，是出名的中医 A 医生。我亲过你的时阵，那就是。 三十一二岁啊，我啊真想要教伊啊学即个本事。伊甲我讲？伊讲你年龄太大了。若讲你啊？今年是二十岁，我一定会教你。学习诶，即个年龄啊，过时阵咯。伊甲我讲？中国医学的道理。 毋是治病啊，是讲养生啊。依照中国中医的理论来讲呢，人的寿命至少会当活两百岁，这是正常的、啊。就等于讲，你这个身体是一部机器，你这个机器也是讲，咱也通保养啊。 怎样、啊、好好啊，来去啊利用伊啊，伊诶寿命应该是啊两百岁。换一句个讲呢，你活开无两百岁，你是从即台机器糟蹋咯。你根本都未晓你用生之道啊！啊，家己糟蹋了家己。所以中国嘅医学是讲养生嘅。 毋是讲治病嘅，这是第一个是讲重生。第二个是讲啊，怎样则未破病呢？就是有常呢。第三呢，就是有病了后，怎样去治病呀？所以中医治病是第三等的啊，毋是第一等。 边咧，佫有三顶，第一顶咧，真正好嘅大夫，伊看着你嘅即个气色，看你嘅讲话嘅音声，看你嘅动作，就知影几十年或者隔二十年。 你虾米所在村毛病？即、这个啊，讲起来那就是新话啊。你实际上呢，确实是有科学的根据。你看这，即个开车的同学啊，伊啊开车的时间那、啊、一个长咯，有几十年的经验，车一个发动。 听一声音，你就知影讲这个车倒一个所在问题，也会走偌侪里，某一个所在会出问题，爱去换零件了。人的身体是台机器啊，你的声音代表你整个的部位，你专心某一部位，倒一个所在无合适要出毛病了，就要出问题了，不是马上出问题。 十年了后，二十年了后，有能力看这么长的时间，啊！你会得什么病啊？我都理解啊。所以还是第一第一流的医生啊，毋免去问你，也毋免赞美啊。 第二顶的医生呢，看也无把握，也得来问你，也就会了解了。赞美是第三顶啊，第三顶才甲你赞美啊。所以我常常看到真多医生看病拢赞美三顶三医生啊。<laughs> 中国嘅医学啊，确确实实伫世界上真正是一流啊！任何国家民族嘅医术比袂到中国啊。但是非常嘅可惜，现在真侪少年人迷信啊，装洋，一切拢是外国较好，中国嘅物件太旧咯，拢伍咯，应该等你上。 唔知影中国嘅物件真正不贵啊，所以中国物件讲嘅是：你一生未破边啊。你讲这条路啊自在，何必来破边呢？临命中嘅时阵也未破边，啊，富嘅人就是事实啊，真相啊，咱看到真多咯。 无敌袭击啊！你是主宰啊，哪会破边走起咧？所以，中国这五千年的文化，有伊嘅价值啦，唔通轻视啊！大乘佛法。 噶中国文化，两千年前啊，就融合自一退了。啊。下当拄着，下当学习，这是真正大诶进行啊。

已已经有出租咯，这本书台湾有中文的翻译，现在已经畅销的书，我相信新加坡的书店一定买得到。书店内底啊，有两百外张的相片，说明最地各种的武港状况下面，也欢迎。 真正值得咱做参考，所以咱了解即个事实，就知影讲，吉隆世界水为什么这麼好？叫做世界人心好啊！所以啊，干钓水的这个结晶啊，拢是啊，水甲结出了。 心地纯精纯仙呐，佛是安尼啊，菩萨是安尼，每一个往生西方叫做世界人，心地拢甲佛菩萨是共款啊，讲是无共款啊，也未当往生啊，总未当到西方叫做世界去扰乱呐，哪有种道理呢？ 即个都是昨天甲注意讲诶，发菩提心以向全念，西方极乐世界人，凡生东极土，下下变往生诶，拢是发菩提心咩？无发菩提心，好好念了古，较好古较做，袂得当往生，因为啊，往生诶条件。 只有一半，也欠一半。这个道理袂当唔知影。菩提心，他听无。我伫遮尼侪年来，用十年来讲。 就是较方便真多咯，一定爱，若是伫个理想生活当中，哎，肯定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啦。这个话是佛的方言《文觉经》里面讲的啊。 确实好无常常讲啊，啊，这是好讲嘅。喺中国儒家讲，人之初性本善，咱来肯定人性本善啦、啊。啊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一切众生包括范围就真多，嗱，是人。 咱啊，看到众、啊、生啊，有情众生啊，拢有佛性啊。咱对性啊，去甲看，伊个这个真心心，珠珠连连，就流露出来了。 自悲心呀，就自然会生起来。因为清净平等自悲是圣德啊，自性内面本来有啊。我地经常常常教导人，我该实现。 戒天慧三学，菩萨六多拢是诸生本有的性质啊。儒家甲咱讲的伦上发爹嘛拢是诸生来对本来固着的。啊。 咱哪讲会当知影，拢会当遵守。这个遵守就是起心动念，言吾做作，拢会甲道德相应。啊，甲品爹相应，品爹甲道德是共款呢有法人民讲品爹如家公道爹 哎呀，这是真实的金钱迷会呀、啊！你呀说甘的咧，无知世界就甲你的心完全相应啊！金钱迷会。 慧啊是充满着智慧，祝贺世界如是啊？假了世界也如是啊，所以的最有八功德罪，所以啊，伊的罪有不重的功德， 清净，即四海的染污都拢无啊！难见啊！你即个世界上的罪，现在染污相当的严重啊！染污是人为啊！啊，染污的根源是虾米呢？是人食生内面的贪嗔痴啊。 谈天气，连悟到咱家己身体，失去健康；连悟到咱啊周边的环境，更扩大是连悟到整个地球。连悟的结果呢，都、就是咱大家啊，疏淡友 天灾人祸啊！天灾人祸对这位来呢，连为古伯啊，换句话讲，这自作自受啊，西方世界诶人无梦想，无分别，无执着，就公事，凡事当寄托。 带业旺盛嘅人，阿弥陀佛有智慧、有能力，你嘅业将失去，到极乐世界未起现行。虽然有未起现行，就是咱一般讲以未起作用。 啊，咱咧想讲，又为什么未起作用？好啊，那是提高使用叫做世个拢无了。啊，是迄边的大环境太好咯。啊，这来对最重要啊我比个。 注意不够，迄都是大讲听经，大讲闻法。阿弥陀佛，大讲给你讲经说法，你的烦恼哪会生起来呢？在咱这个世间，现在人就卖讲咯，古早时阵读书人。 无所谓，三日不读圣贤书，面目全非啊。三日不读圣贤书，阿基就胡编乱想了。为什么面目全非？你啊，身体内面对血液啊，到每一个细胞组织，拢改变了。亲像咱看这个水结晶同款呢。 诶，好诶结晶、衰诶结晶拢无咯。咱是啊，粗心大意看未出来，有定功诶，人，心地清净诶，人，一、这、嚟、个、看就清楚咯，伊看会出来啊。啊，伊比咱一般人敏感嘛。 观察入眉啊，伊看会出来啊！粗心大意诶，人啊，看袂出来。所揭露世界人清净，感到啊，一切万物拢清净净土啊。无一项袂清净，定随心转啊。 第二，嘅嘅水清冷，也都、就是伊迄个温度非常的适应，无亲像咱即边嘅水，有当下上烧，有当下冷，伊嘅温度对啊。 对一切众生，拢总会当适应。这个适应真妙啊！伊会当适应每一个人无同的爱好。有的人真爱水较少一点啊，你啉水，伊就那就下烈。 口味啊，有一款人是爱佮冷一点啊，伊啉落去伊就凉呀。完全随家己诶念头啊，伫遐咧变化。咱啊，即边诶水嘛是安尼啊，是咱家己无功夫啊。咱啊，无办法改变物质诶世界啊。 西方世,世界诶，人心会当随着家己诶即个意念改变外面物质环境，一切物质环境啊，拢是对啊，心想生啊，拢是伊家己心想伫遐来三生变化，所以你啊，受用就自在咯，你那会生烦恼咧？ 你哪会有烦恼、时期啊、现行、呢？不可能呀、啊！真正咱这个世间人想讲随心所欲、随心所欲，在咱这个世界是一种嘅理想，是些愿望做未到嘅呀。西方叫做世界实现咯、哦，尽善美灰。 伫咱这个世间，嘛是这个希望根本都无啊！伫西方世界真现美灰落实咯，随心所欲也落实咯。啊，你若讲到根本嘅原因，是对你家己嘅心念、家己嘅心纯正啊，家己嘅行纯善，纯正纯善对都会来呢。 讲啊，听好，讲经啊。所以東要，诸位同修爱知影，佛教是教育啊，伊毋是宗教啊。我啊接触佛教，知影伊是教育，我啊才发心学习啊。 那讲伊那是宗教，我就未去甲学咯。啊！介绍小我，你们分门的分东西教修。我介以学天学，以从福建天学做一单元教导我。 以后我接触佛法，了后细心去研究观察，真正伊是教育，伊甲宗教啊，拢无什么关系啊。伊教学的目的呢？我伫头前向上家注意讲三个目标。 这赛目标是对上中下三等军旗的人讲的，上军的人目标是帮助伊转换成圣，中等军星的人帮助伊转美为恶，下等军星的人帮助伊转恶为仙 去晒高下目标，那世看我的佛如是，十三世所有一切诸佛菩萨，无一个不是安尼啊！这个人一定哎呀，慢啊，既然是教育，咱爱想要学这个功课咧，你无上课要怎，边那会用你咧？ 你爱将即门功课学会好啊！你阿达刚爱去上课，即个课一讲都毋通缺少啊！啊 <laughs>，西方叫做世界无白项，真正孔老夫子讲的话，那完全了解咯。学啊，达刚弄得学啊，永远学不尽的啊！ 咱结经来对我塔掉啊！不但阿弥陀佛，噶以金经说法，阿弥陀佛呀！个鼓励大家每讲嘅清棍，十方一切诸佛如来。 阿弥陀佛，开宏啊！你去清军祝福如来，一定是有好处。得到什么好处呢？得好得会你去清军福德啊，是帮祝福拢去清军。你去清军福德，一定爱礼拜供养。迄、那个礼拜供养是修福啊。 啊、佛家你讲经说法啦，你文化开智慧啊，随到西方叫做世界福慧双修啊，你将来都不中断，你烦恼未起现行啊，心方佛无量无边啊。阿弥陀佛，非常慈悲。 以伊诶本源威神来加持你，何你神通诶能力啊？为我地菩萨啊，七地菩萨共款。你而当啊，同时现无量无边身啊，有偌侪佛你就啊现偌侪身啊。同时去拜佛去供养，同时去闻法。 等来时阵，所谓化心就变作一个心了。听闻本书《阿弥陀佛》，不是一个一个夫去拜访，那都是会真厌世了，那太辛苦了。有能力分心啦、啊，有能力化心啦、啊，你讲这话自在啊，所以。 无上菩提，真快速的就成就了。你的老师，龙中是诸佛如来，第一等的老师啊。菩萨是你的同学啊，同参道友啊。老师是诸佛如来啊，在是西方极乐世界，所以咱们要想快速成就。 你若无到即个所在地你要去倒位啊？咱若知影即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所以求生净土的心非常恳切啦。即、這个世间一切人事物，自然就随缘咯，未计较咯。好，真好。 唔好也真好，哎，外地拢是啊欢喜心，为什么呢？我啊不相干啦，真像那旅行共款啊，提、啊啊、些东西来带落来，给他食一点物件，好也用，唔好也用，为什么？我带一两工就要走咯，这个世界是啊，无关呐。 毋是登基大，长基大伫西方极乐世界啊！即地寿命短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只要一生到迄所在，寿命就甲阿弥陀佛共款啦。阿弥陀佛无量寿啊，你一生到迄所在去也、啊、是无量寿啊。 所以，永远都未过再有生死轮回啊！永远也袂过再有隔阴之迷咯。这个法门叫做一生星就的法门啊！啊，所以咱讲啊，罪」、「罪」啊，故作这呢多功德。 第八种功德，第三个是甘米。水个气味是甜。第四个功德呢，而且水轻嫩，无像咱这边的水真重啊，也水真轻。所以，咱这边的水是对下面流的啊，西方叫做世界水是向顶面流的水。水 伊向顶面楼是虾米原因咧？轻啊，是空气共款啊，伊会当对顶面楼，第五水啊，润滴，咱这边的水也有润滴啊。第六种安和，这是咱这边的水无呀。 啊，咱这边拿、啊、公主去海边去看这个海影啊、波浪，你也感觉就真凶险。西方叫做世界最是冰河的啊，无波浪的啊。你去水里底去收水啊，真正安全啊。你袂河水淹死啊？为什么呢？ 你想，迄个水偌深，水就随你的意思就偌深，水如人意啊。第七种的好处咧，就、這、是、個、水内当止水打，而且会当渡机。第八种功德。 你啉着这个水，中用自君呐、啊，咱你按逆彼些心意六君啊，拢会得着自用啊。所以这个水好处就太侪咯，真正是都福报诶众生。 长时间的享受啊！伊也唔拿，用身体、用精神，伊也会重用钱军。这是咱这个所在最不切公点，但是袂当公婆啊。 因为啊，水拢是共款啊。咱即边诶人无即个功德，所以水啊就无功德咯。人有功德咧，水就有功德。人心开觉咯，啊，水就会觉悟咯。确确实实，静随心转。 一切话从心上生呀、啊，这近代科学给人做出了证明了。哦，啊，这现在咱来看下经文，尤其讲等左右。 这个江塘是阿弥陀佛教学的所在，即系东黑东黑是诸菩萨，经常讲的诸上仙人呢，上仙呢，古代的我大啲个诸界格难讲。 是顶嘎菩萨，人这个世间看到这个顶嘎菩萨是真无容易啊。西方叫世界顶嘎菩萨太济了，比啊！去往生的人啊，唔知系几偌济悲啊。所以啊，你听胡说法，然后跟什么人讨论呢？在顶嘎菩萨到底来？ 研究讨论，啊！你看这乱年属性啊？啊，观音、舍利、文殊、普贤，拢是顶甲菩萨。啊，咱这个经济的开端，甲咱啊，供给十六位在家的这个顶甲菩萨，十六证书啊。 烟火定十六经书是在家定家菩萨，所以咱学佛心爱平等啊！特别是出家人，出家人今他的成就不如在家人，这来都有道理啊！什么道理？出家啊，总比在家管一定啊！ 即五万心嘛、啊，五万那、啊、就隔你啊，对落落去咯。啊，在依家人对出家人是恭敬心，恭敬心加性德相应，五万加烦恼相应。所以啊，伊毋印在这个道理啊。为什么？有人受惊一个开端。 出给菩萨只供龟儿呢？啊！再给菩萨供了十六位啊！你想看卖？用易何在？我的头前讲的时阵，要注意不固啊！啊，是河南地这所在，真正明了。 不但画兵丁，把把这经大家注意拢连结啊。做画兵无没有高下，画兵丁啊，狼嘛兵丁啊，重型兵丁啊，啊，咱看这只狗下。 感觉高下真小只，咱比较关注咯，就是不平等的心升起来咯，错误啊！所以啊，你学佛无感应，若讲你平等心？你看到高下合掌，高下菩萨，你就无共款咯，你就得受用咯。 跟有一住当黑嚟搞阿公，而搞阿公只系战先嘅弟子，有一间田刀嘅灶卡，有一個大堆狗虾。但系以往呢，伊就会将即系狗虾加清除啊，加杀掉啊。听到我讲经呢，伊讲系狗虾同人情啊，伊就试验看咪， 高下破失，我现在通知你，明仔载我这所在就要清扫，希望你会当搬厝。那无明仔载时阵，你命就无了。一到第二天透早去看，真正高下都拢无，真正搬走了。啊，真有道理啊！所以领导拄着一寡加抓高下这物件。 千万啊，毋通甲睇死啊！诚心诚意啊，你该讲话，伊会晓听啊，连水都会晓听啊。何况是一个啊，有灵性的动物啊，无一项啊，未晓听啊。整个宇宙，动物是木，恐拢是瓦啊，拢毋是诗啊。 所以学佛的人啊，是以平定心、大无掉之间一切人事物，系伊真诚心,心、清净心、平定心，毋通认为讲伊不如我，我比伊较悬啊。即种念头一来起来，害着家己啊，无害别人啊。你家己修学功夫，为什么不正正呢？ 为什么未当转境界呢？转境界头一来转家己，你家己为什么转未过来？就是你心不平啊！啊，心不平就未清净，未清净你就未真诚。你的菩提心，菩提心是你的真心，你的真心完全迷失咯，不是无啊，有啊，迷咯。 别啊，后啊，就用蒙心、蒙心富贵的啊！莲雾的啊，即系莲有就是啊，佢七情我欲，佢谈情说爱，你的心是不是有心嘛、啊？啊，过下心嘛、啊，总认为讲，家己比别人较管人拢不如我啊！你系佢之中心。 也甲你啊家己个真心本性，完全是相违背。错就错在这个所在啊！讲实在话咧，打讲唔是佛菩萨慈悲来教导咱，咱哪会知影咧？科学家研究，我连间发现一点啊！伊发现即、這个。 现象是这上象，是低级动脸不低级所以脸呐。啊，伊提来荷兰看，咱了解啊，比卡透天，咱怎样？怎样？即来对所以脸的道理啊？咱怎样？不但最有灵性，哇！ 伊甲一切啊是有感应，甲咱的念头有感应，所以伊甲色相有感应，甲声音有感应。诶、欸，啊，咱咧想味尘一定有感应的啊，地步一定有感应。啊，所以西方叫做世界，为什么逐项拢遐好咧？ 众生啊，逐讲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，一切万物拢伫咧听佛讲经说法，毋是咧听经诶，就是咧念佛。 所以，世尊甲咱讲，伫即部经后面诶一品内对，咱拿娑婆世界众生，以观常界内，灵验回向文殊菩萨来宣即个圆通，一讲诸方尽教体清净在一门呐、啊。 世界无量无边啊！每一个世界众生，即是讲大多数啊。众生拢无完全共款，咱这个世界的众生，众生耳听常来，有当时啊，你看看无，听听有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就是用音声做佛书，大家大大家讲解。 人听佛讲经更饿了，太饿了啊！在中国，孔老夫子教学也是用讲学讲解啊。当年，其他也欣赏啊，用心赏，但是是以吟声为主，其他也做啊辅助。 啊，以影响为主，这是要军呐，这立盾呐，无敢款，所以说不世界，你军上界来，将来生到西方叫了世界，等你啊在那边修行，征服啊，你修行。 功夫圆满了，幸福了，幸福了，就会住在叫世界咯。幸福了去到位呢，去他方世界去度化众生去咯。度化众生，何如明河啊？你啊，将来是什么明河呢？妙音如来啊，这是何家人讲的啊？ 咱啊，将来所播世界去诶人，拢总是共名同名妙音如来啊。所以咱现在归依，拢用妙音，因果相应啊。现在叫做妙音技术，将来都是妙音如来啊。所以咱用诶即个发明，是无量寿经顶面适合无尼佛甲咱讲诶啊。 妙音是什咪呢？就是念阿弥陀佛的声音，即个合号叫做妙音吗、啊？念无量寿经，念无量寿经的音声也叫做妙音。一切众生。 讲军声只有六种六军啊，啊，咱就会联想到，凡是用泥军，拢称之为妙音，所以妙音，咱事业心，会去体会，毋自咱娑婆世界、大红世界，泥军来诶、啊、伊。 定拢是用即个妙音东名妙音啊！咱伫即个华严经上看着，有一寡世界众生眼根来，有一寡世界是鼻根来，舌根来啊，无共款啊。但是耳根来的啊，占多数。 最最，今那日有发生的皈依的，皈依一定是爱了解啊，皈依诶意义。那因为人多啊，时间真短，咱制作这个仪式。即、這个啊，详细讲咧。 那像咱有四个录音带，过去有详细讲解四遍。啊，这边啊拢有供电的流通，作为乍登去加听一下。每一遍讲嘅拢无完全共款，大家啊加听一下。另外还有一本小本册《三规传修》，希望大家啊加看加听。 啊，将即个三规诶意义创个清楚、创明白，诶，则叫做真正诶皈依。若讲只有形式，无啊内容，即、这个皈依啊是靠不住的啊。形式上诶皈依无实质，佛法重实质，不重形式啊。所以啊，形式无要紧。 规划精都是格精精啊，规划是归划性格，规划是归于自性精，精都是正地正见啊，规划精精都是自性精，要滚清净，一定不念吗？啊，一定爱了解的这个。 意思啊，你真正是皈依咯，啊，所以皈依毋是啊，皈依形象的三宝是皈依你啊，自性三宝啊，你现在得到受用啊，你一定爱伊自性甲正经。啊，自性诶甲正经。 都是话讲养啊，菩提心来对谦心。我有供养也，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其中的这三个都是啊，各正,正、净、清净、平等是正。 啊，正格是格啊，所以清净平定格，都、就是格正净，都是界定非格是非啊。清净是界啊，平定是定啊,啊，所以咱即个经题清净平定格，都是界定非暂合。閣閣啊 就是佛法中的三宝，三宝啊，所以三宝咧，三下拢在即个经台顶面啊。咱啊，头前搁加一个精神是菩提心的体，后面搁加一个慈悲是菩提心的他受用，刚真正是自受用。 你啊，总是爱创清楚,楚、创明白啊，然后才知影讲，归对什么所在来回归，伊是依靠什么？你创个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，咱的修行就未惊着歧路咯，也未去惊着错咯，非常的重要啊。 波迪，离江豚诶左右啊，四鬼弄西啊！西方极乐世界冈登，你唔知吧？冈太醉太醉了，人醉嘛！啊，每一的冈登来宾、冈经的人，拢是阿弥陀佛，所以啊，免惊啊！ 到个西方叫世界，土地太大，人太多，了。我没去见阿弥陀佛嘞。每只讲堂都有阿弥陀佛，每只讲堂的人拢无罪啊！啊，所以我想讲的啊，伊是个别加小班者啊，所以啊，伊就成就书生。啊。讲堂的左右保地得罪啊。 怎地交流啊，这种状况在新加坡是看不的。这两年呢，我待在澳洲，澳洲黄金海岸就看得到，看到怎地啊，交流啊。 啊，五、嗯、金海岸是外海边，一、这个城市内底河流真多啊！每一家拢有一个小小的码头，拢有小游艇啊，你去上街啊，会使免坐车，开你的小车船去都会用的咯。你才会看到船的交流啊！啊，在中国就是苏州。 马西呀，怎啲、啊、交流呀、啊？你下当看着最香啊！伫澳洲上出名嘅水书，马西追凶诶，民姑、欸，甲你讲即、這个诶，年、呃、底。 深宫啊，重显是讲快，勤俭是讲伊的勤多，改过一定啊，改过一定是按照公法。 各是各个人无共款呐。顶是有顶动的所在，就是讲，滴水呀、啊，不得是上顶的，但是滴个大小就无共款呢。有十有损呢，有二十幽笋呢，甚至百千有损呢。 底个大细随个人的意思啊！你想要大你就会变大，想要细，你就会变小，也随人的意思。就亲像啊，西方叫世界人居住个房舍共款。我希望住只大房间，房就大咯；希望小房间，啊房就变细咯。 随风叫，世界房屋内面啊，清清气气啊，一点不念啊，什物物件都拢无啊，袂摆遮尔济家具啊，麻烦啊，伊什物拢无啊？为什物呢？伊一切是从意念当中成就的。我想要一块桌,桌啊，桌啊就伫面前啊，无需要用的时阵，无需要用，即、這個、桌啊就无咯。 呃、啊，你看偌自在啊，所以啊，毋免用即个土装饰，无遐尼最麻烦的代志啊，毋免去收拾吧。食饭的时阵，心肝想要食饭，这后面拢会跟你讲到啊，啊，餐具，你去做啲面前啊，啊，七八杯餐具啊。 啊，每一个底下啊，里面菜拢真正丰盛，拢是你家己真爱食呀。其实呢，教西方叫做世界拉里啊，都有阴湿呢。为什么要有这种情形？你阿来啊，上去嘞湿气啊，未断啦。有然时忽然间想到，哎，我啊未吃，立刻就会来了。 啊！一、这个看啊！我现在已经不是凡人了，这物件无需要，无爱，这物、个、件马上就无了啊！所以拢是时气啊。到你美时阵，伊就出现了；，一、这个刚恶时阵，伊就无了。嗯、啊，所以这世界啊，不可思议啊。 房屋大厝大小啊，随家己诶意思，或者是伫空中咧，或者是伫地面，拢随家己诶意思啊。所以你会问讲西方给了世界人，要去他方世界去参学啊，去拜佛，拜佛啊，毋是伫即个世界，去别个世界去咯。 迄个距离是非常的远啊！啊，伊毋是坐飞机啊，坐飞机坐几万年拢坐袂到，拢爬袂到。伊怎样去呢？都、就是伊啊，住喺迄个厝就去咯。伊迄个厝啊，就会爬啊，爬速度啊，比咱的飞机毋知影讲会近偌济爬啊！啊，咱都要爬几落万年啊！ 伊毋免一秒钟就会到地啊，啊，真紧就到地咯。啊，所以变化界、虚空界，确确实实就亲像咱现在伫这城市内底共款啊，太方便咯。一念之间就会到地，一时何的障碍都拢无啊。 无一项未称心如意啊！所以不敌诶，这个大岁是水是虽人诶意思啊！张连雄坚，固百公殿都加加注意，小考不告了，给老世界注意。 诶，何众生精壮强壮，速生善根，哪当击退他？哪当冲击？哪当啊？中央一切善根呐！我看下面这段，旁边。 无数栈栈，永树结上歌树，花歌迎风，光明教耀，修条密叶，高无敌，这种景象，这无零路，随风散，后烟水流魂。 啊！咱读《了经文》，想象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，仰望之心，自然就升起来了。下当气味。 我的大乘经上，想讲，诸行密度唯心净土，你讲会当起未？啊，密陀佛，都、这、是、个、世界，是咱诸行变现出来啊。 即对，所不是一个，也是咱自身变现出来啊。这都是肯定，咱有分呐、啊。换一句话讲，你是不是愿意去？你有想要去不？啊，你愿意去，你就会当去啊。啊，你冇愿意去。 那就无办法咯，所以是不是当往生，管伫家己啊，无得阿弥陀佛啦，但真正法官没去，佛决定下来接引啊？为什么呢？四十八愿已发，这个愿啊，是往世界往生的人。

啊！感应道交啊，一定会来啊！嗱、啊，公司即个念佛人，但心内啊是妖诶西方叫做世界，你命中是释迦牟尼佛来咯。有呢款代志啊，唔是阿弥陀佛啦、啊，释迦牟尼佛啦。呀，你一定唔能得一期啊，你啊得一期就会开骗去咯。 伊是毋是真正是干么哩？唔是，是你诶玩心作主啊！变现迄款诶模样来欺骗你啊！甲你啊，传去即个恶道啊，要甲你算账啊！即款代志啊，地藏菩萨本愿经内面就讲啊真清楚。 啊！临终，观世音菩萨来接引，必去不？大圣级菩萨来接引，必去不？拢啊，在你家己的意愿，你家己信心非常坚定，坚定，我一定都爱西方三圣，做一来接我。 点一个我都无必去。四空三圣肯定来接你。如果你讲阿弥陀佛来就会应你哦。啊，你临终嘅时阵就会当看着阿弥陀佛，啊，肯定是阿弥陀佛来接引啊。所以平常啊，咱啊，家己信心要坚定。 绝对呀，毋通怀疑。即款代志啊，是隆重啊，是感应啊，感应不可思议啊！這段经文介绍，波提诶周边啊，花边花边有无数金单香草。 占丹，人中国人讲丹香啊，但是毋是佛经上讲的这个占丹即、啊、这占、个、丹是不香啊。佛讲较早有，为什么人有福报啊？ 并随心转呐、啊！古早时阵，人心地善良、顺朴，所以啊，有真正多的部门啦、啊。啊，咱现在学给科学嘅东西拢知影。 世间所有一切物质，佮我家解分析，分析做分子，分析做原子，分析做粒子，分析到最后拢是共款的呀、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世间，千秋千世不焦不物。 会有遮呢多的种类，科学家甲咱讲，完全是遮的啊，基本的粒子组成的形象无共款啊。科学家讲，这是排列的方程式无共款，实际上拢总是共款的。 啊，拢总是共款，那、就、都是兵丁患啦。科、啊、学家会发现，个金刚经常讲个是同一件代志啊。金刚金工，一合上啊，一合上就是基本的物质是一种做黑无共款啊。 啊！黑是做黑啊，现在讲排列形式无共款啊，即做黑嘅形式无共款啊。啊，亲像咱啊，啊看这个水嘅图案，系就是做黑排列无共款，伊嘛是有证书。 伊啊，yeah, 对于即个最明显的爱甲感恩感谢啊，伊摆这的形象啊，非常的水啊，公司有屋店、金辉？伊啊，感应的这个烈就非常的挑落。 啊！你了解这個道理，啊！你要知样讲人心善良，那么坏的方式就改变了。所以有不香啊！我曾经常跟人讲啊，简单，真正系简单，烧只碗呐，只碗呐是真水啊！ 大概亲像土豆啊，遐、那個、大、啊，这就完了。伊向诶，当讲周边呐，四十里，伫新加坡这个所在，全国拢平诶到。即种的芳味就咪无咯。离即种的芳味会当啊，以边。那讲即个城市内对瘟疫有传染病。 这个香点一完啊，这个病毒就拢无了。所以这是宝啊！在中国历史上有记载，大概是隋唐的时阵啊，印度有几位法师，伊早就有禅谈，伊早无罪啊。 就四两，伊啊想要从即个送皇帝。伫古早时阵，送皇帝王呢，至少的量啊是一斤啊。你这個四两，人无爱收啊。啊，嘛毋知讲这是什物件。进贡的礼物送皇帝啊，分量太少，伊无必收。 啊！伊就连了一万，结果整个东安城，东安市修多啊，拢偏掉了。即知样讲？即是暴啊，四鸟也修了。啊！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款的一百的记载啊，非常非常的有啊。西方叫做世界张丹秋。 四鬼拢嘛释，然后呢？见呢，在我这是什么感应道高啊？西方叫世界人，心地善良啊，清净平定慈悲，大刚听佛啦说法，大刚的的研究讨论。 到电力、染血、进行永修，啊！所以感到这个物质的世界，啊，一切诸佛差托无同款啦。啊，你想看埋多一个佛刹内面啦、啊，所有的一切众生，大江到在用功呢，达江啲呢学婚呢？ 无啊！唯独西方叫做世界，西方叫做世界，亲像咱这个社会各行各业，西方世界无啊！西方世界只有教学，只有老师，只有学生，都老师学生以外，找其他行业一个都找无啊！所以真正是名副其实的。 佛教大学啊，呀，咱想要去联合学院、联合佛教大学，应当到啊西方叫世界去。迄、那个所在，你啊想要学什么啊？拢总拢嘛有应有尽有啊！啊，包括今仔日讲嘅科学技术，迄边啊拢未缺乏。 炸弹波球啊！吉祥高超，吉祥高超，咱中国无。听讲印度是有，那到底是都是怎个超咧？那现在也无办法去考察。古早时阵，中国人将个下流摕来做。 兵役，做兵役，为什么呢？下流字啊，真多啊！中国人出于啊多子多孙啊，就结祥咯、啊，出这意思啊，是不是印度的家乡家乡呢？一言多诶，结祥结少咧，就未当讲咯，就真派讲咯。但是啊，出这意思真好啊！ 所以中国的下流是结上古啊，中国人改看作结上古。这是六古能种，不求的种类啊，非常的多啊。花果形红啊，注定在形里，形、啊、是不掉下呀。 无像咱即个世界啊，啊，咱即个世界树物春生、夏、啊、长、到、啊、秋天、树叶啊，拢黄咯，寒天树叶拢落落来了，四季啊，变化是无共款，伊伊伊唔是恒常嘅。西方叫做世界树啊，不潮啊，也树。 又会故永远不掉下？为什么呢？伊毋是死成嘅啊！就像咱即边嘅树，对树灾慢慢大长，伊毋是，伊是变化呀、啊，化生呀、啊。我成讲，先到这样叫做世界，也毋是去遐去投胎。 对，囡仔慢慢大，汉毋是啊。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迄、那个心象甲阿弥陀佛是共款啊，化身体啊，变化身啊。大业往生的人，凡圣同基土下下品往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莲花化生啊。 所以，教加西方叫做世界，人嘅身体形象，加叫做世界的菩萨一模一样。所以，这点往往河南即系粗黑嘅人，而且啊，啊，教西方叫做世界，每一个人嘅相貌，加阿弥陀佛是共款，也共款遐悬，背山拢共款，到底都即是阿弥陀佛。 你敢会认唔到咧？其他迄个所在，你有智慧有心通，袂认唔到啊！若讲无智慧无心通，迄真正是袂晓咯。毋知道多些是阿弥陀佛啦。西方世界是平等世界啊！咱即个世界啊，人心不平，相貌无共款，所以不平等。 啊，相貌好诶，就傲慢心嘛；相貌差一点嘛，就自卑感咯。诶，你看这足艰苦啊，这生烦恼啊。所以，到个西方叫做世界，大家面貌拢共款，累诶、饿诶、啊、肥诶、瘦诶，拢是共款啊。你还、啊、有什么谈五万呢？还有什人自卑呢？拢总无咯。这是阿弥陀佛了不起诶所在啊！这是古民到杰出了。 和咱大气的这个烦恼失去，永远是无机会去现行咯。所以啊，于是啊，平定诶化解啊，啊，对于这个所在，咱就会当啊，体会着，隆重啊是化生啊，变化，九八花草啊，拢是啊，永远啊，芬芳，绝对啊，无凋谢啊。 功名照耀，这个功名是对清净心，是对自身本固不着智慧逃出来。那有情众生啊，即、这、系、个、菩萨、红心嘅人，心都有功名。 内面嘅智慧向外面逃，一切万物拢无例外啊！所以西方叫做世界无啊暗时啊，因为迄个世界咧无需要日月，无需要灯光，每一人嘅心呐会放光，一切万物啦、啊、拢做放光，就包括草拢放光。 醉马放公啊，虽是功名世界啊，啊，无暗时啊，啊，各家醉讲咧，西方叫做世界人无良修，永远未亚仙，毋免困，去困者休，困者无啊，即、這个困啊，就昏颠嘛，迄是烦恼啊。 西方叫世界的人永远都未分点啊,啊，精神饱满啊，啊，无需要饮食啊。呀，咱问讲，那伊诶即精神遐年啊，饱满呢，清醒啊，性德内面无即烦恼，无习气啊，伊完全是。 助性起用啊，所以咱今仔日虽然是烦乐时起不断，但是总的言之，一定爱知影、爱明了，在日常生当中起心动念爱随顺性德，养成这个习惯。为什么呢？往生的时阵无障爱随顺性德。 毋通随顺，玩乐失去，修条密修，高何无敌，这是形容不求诶，形状啊！调是基调，修是等啊。 枝条真长真水呀、啊，叶啊真密，毋是稀稀松松嘅，八着树啊无生。彼处上高，学开啲布地的顶面，所以伫布地向上看嘅时阵是真会啊，不超含调嘅。你看这个景。 非常的碎啊，从种种香、色、无名、女啊，即、这个不香啊！啊，咱即个世间无呀、啊！啊，咱世间安怎无呢？嗯、啊，即、这个世间的人心不，甲一无共款，一心无共款。

我哋《金刚经》当中有常常咧讲啊，伊的精神变法界虚空界，伊咧清净平静也是变法界虚空界啊，伊咧增加慈悲也是变法界虚空界。 心包太虚，龙就三界啊！所以感应到，以正庄严，无与伦比啊！他红世界无办法介比嘅啊！啊！在这个世界给器啊！ 过去也捌有人甲我讲，有人来问我，伊讲法师恁出家人，是毋是逐个啊拢会晓看风水咧？啊，而且是一定的风水师啊。我就问伊讲，你那会讲有即个念头？ 伊讲呢？甲看，迄个道场寺院丛林嘛，拢是起伫诶即个洪水境界好诶所在。可见呢，遮诶和尚拢是啊，真厉害，洪水师啊！哇，了解伊诶即个意思咯。我讲你错咯，你想错咯。 真正修行的人，因大诶所在，迄、那个环境會，会随着修行人诶心转啊。西方讲，叫做世界就是安尼啊。则会出家人伫遐咧起一道场，真正修行啊，心地纯正、纯仙。 以这个所在环境，自自然然就会转变咯。道理啊，伫即地啊，那有遮尔做出家人，逐刚去看风水咧，哎、欸，敢是真叹死啊！所以最为明白这个道理，是毋是需要看风水咧？无需要咯，境随心转。 你啊，每个看系种什么咧？然后换林鲁树药，换林贝马波罗英。你请只风水师看好，这个所在风水好，这土、個、地你去住，你家己无德行，你住伫遐风水马上就改变了，就像水共款啊！啊，你也心不仙啊，一马上就改变了，没有就改变了。 也是尽力呀，知影即、这个道理，是毋是爱去算命咧？无需要，也无需要去看相，也无需要看风水啊。啥物都拢无需要，迄拢是家己转就会用的咯。最重要的是家己心地清净，心地善良，心地慈悲，啥物都拢转过来，命也转过来。 风水嘛，转过来，这是真理啊。这个一般人唔知道这道理啊，所以西方世界的，物质环境嘅加好，咱知样也是随心转呢、啊？ 教化众生的场所，当年书生啊，离婚学生，达下拢是好学生，绝对无一个阳奉因为啊，背书绊倒啊，西方进入世界邪魔啊，咱这个世界现在真多啊。 啊，所以同款一个老师，教正侪学生，真正会当啊，传发的，往往只有一两个人啊。但是呢，迄一两个人就真舒心咯。即、這个法会当代代相传，未去互伊断绝。 无良功德啊！西方极乐世界真正是了不起啊。为什么？大家啊，拢是阿弥陀佛的传人啊？大家啊，拢有无比书生的成就。无一个是唔会学生，所以咱想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 啊，你都要好好爱记哩，你在家一定是好儿女啊，好养父母啊，你啊教课一定是好学生啊，方书书中。哪讲你在家唔是好儿女，在校唔是好学生，你啊想欲去叫做世界去，无理的份啊，你卖想咯。 啊！恁想法即个道理，像即个事实，伫眼前啊不好弥部无尊重老师，你去教西方给了世界去，啊，各剃几头给骗阿弥陀佛啦，哪有即个道理咧？你骗你家己会用你啊？ 骗阿弥陀佛袂当骗你啊！唔那袂当骗阿弥陀佛啦！连你遐个同学啊，你拢袂当骗宜啊！人啊，伫即个经啊，这是咱头前读嘅，是看叫做世界的人，众生嘅人，每一个人天眼洞悉啊，天理体天啊，他心变低啊，就头前讲咯。 六种神通，毋是天灵啊，唔是星闻、演讲、菩萨，会以当盖币啊，你奈当所以，咱真正想往生，现在爱做往生准备工作。啊，你现在,在做准备工作，临时抱佛脚。 想要往生，你哪有这便宜的代志呢？这种侥幸心理未当往生，所以一定要认真去做啊！过去你下昏，无人甲你讲啊，甲你讲，无人甲你讲啊，遮清楚。 讲啊，说这套天，你唔知影通去做啊，唔知影去学，就情有可原啦。啊，今仔日你明白了，从清楚咯，也你哪个要用侥幸的这种心去求，那你就完全错咯。 这方即个境界啊，完全是佛噶所有一切大众心想相转变的，确确实实是一切法众生相时，所以即、这个环境是啊，一切世间，嗯啊，讲是咱即个世间无办法会当改变啊。 随风散花，烟水,水流芬。这两句呢，咱会当改看做影响啊。西风叫做世界的风，波香，烟水流芬呢，留给咱这个世界啊。 老家十方一切诸佛插头，那那怎样呢？十方世界一切诸佛教化众生，无迄了无咧讲无咧受经诶啊，无未讲阿弥陀经的净土三经。 其他的经可能未讲，不一定会讲。这三部经是一切诸佛教化众生的共同科目。伊甲你讲，甲你介绍，就是西方叫做世界的红宝像都扯来咱这边来了。咱现在讲也影响啊，影响变化。 界虚空界啊，影响一切众生啊，众生来啊，就感触到了非常明显的感触到，个回心转意啊。 一心向往啊，依照啊经典的理论方法，认真学习啊，爱众，王星的积件代志，无限爱，好好来准备好好和咱的起心动念。 一切心行，拢会当啊，甲宗教相应；无相应的所在，一定爱甲伊啊改过来。相应的所在啊，爱呀、啊，保持着啊，你处世方净土，你就啊真正有把握咯。哥德公，这个法门，满修满人气啊！ 即系会是战略，唔是唔是蒙屋，唔是欺骗人嘅，但应当爱相信。好，现在时间够了，那就公开这点。嗯